QQ 信箱上の段、その6曜小四段の段、その並べて、その本に、一冊の本にまとめて出版したいんですが、それ、このような、このよう、こういう形の方がよろしいですか、あるいは別々に QQ信箱を出して6曜小出した方がよろしいですかと。で出しても構いませんか、うん、協業新書にして下の段あの六要所に並べてという形にしても大丈夫ですか、はあ、なるほど、可以可以可以，可是对方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子对照上下对照啊，欸，他是要照有那个校级竞争的本文是不是？没有，没有。他是实施实施，从蓝丝红丝到哪里，他没有列表。他是这样的，从蓝丝，哦，那这样也很清楚。而且你在圣教全书上面，他的第几页第几行，他都是有那个不会弄错的、啊。我觉得我对我觉得最痛心的是，那教学新增在台湾根本就没有善本啊。对啊，那真是根本教典连一本可以看的版本都没有，实在是怎么学？对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编。对啊，我哎，他是按照圣教全书这样子，我们不用编，我们是就按照圣教全书一模一样就对了，就是我们要自己出版啊，对啊，自己排版啊，对啊。这个也是你的新生，也是台湾的新生，是啊、所以你都哎，龚国老师怎样？台湾就是没有这个东西，青岛是。はい。
最清楚的是圣牛圣人一流章。哦，好，圣人一流章，第三哎，是啊，因为他那个，你会不会背啊？圣人一流的话，劝化自知己是以信心为本。对，信心为本，那就是信心正因。哦，真的。对啊。然后他讲到其缘故，是不？没有没有，就没有就讲到这里而已。哎，老师刚才念到这里。那行呢？不是行性论。先生，これは信心相因ですね。で、行は行信論の行はどこで見るんですか？ご文章の中で。はい。信心论、行信论ですね。哎，老师刚才背那个圣人一流章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正宗的行信论，他讲的最简洁、最简明扼要。哎，那个后面那里老师有，哎，那老师说那个那个运文章其实他也有讲到啦，但是就是说这个圣人一流章，等于是行信论的精神跟人物了，讲的最简要嘛。哎，他很清楚的点出来。那个福卡西基诺干利基多西的有一个，你会背圣牛一流章吗？不会。你背嘿。圣牛一流有劝化自知己是以信心为本，其缘故是是以等愿力令一心归命弥陀是出杂行，由佛制定令众生往生。此皆为又被视为一念发起入正定之举啊。此后的称名是什么？那个亦不可思议的愿力。叫一不可思议的愿力，令一心归命弥陀，舍诸杂行。哦，这就行。对，这就行。对，是啊。哦，因为对啊，因为不是凡夫的行啊。嗯。令一心归命弥陀，这个是。这个是行的。你不可思议的愿力有没有？啊，是不可思议的愿力，令一心归命弥陀，舍诸杂行。对。老师一直背到后面了，背到。那开心，那个惭愧进去前面啦。惭愧进去。对啊，所以，运文章这种最是最能够表现这个行信论精神的、哦。哎呀。第一章、哦。圣人一流章。阿那个。老师现在不上阿那个，惭愧进去。惭愧进去。我以为一路上人，特别写完一路写惭愧进去的一种。就惭愧一下这个大概意思，我很惭愧的写这个给你们看。哎，阿姨太太，老师说他圣人是写讲惭愧进去有没有？那是圣人他那个就说恭，就是面对佛那个恭敬心呐、啊。哦，哎，他不是在对人哈、啊。他那个就是跟天亲菩萨仰告一样嘛，哎，如孝子归那个父母啊，君臣。归那个君后一样，面佛、啊，他是面佛的、那个，对啊，面佛的心呢、啊，他归敬，所以他一字一句都是面对阿弥陀佛的告白，就对了。对，师父你曾经讲过哈，你有这个机会是说重复两次，叫做重要的事情，对对对，重复两次，特别两次，所以他后面是阿那卡情况，阿那卡情况，他是重复两次，对，没有错。所以这个心都，他原
原文是惭愧进去是两次啊，对，两个字呢、啊、那我为什么只翻一个呢？进去惭愧进去，惭愧进去就是阿拉卡西多，还是要，对呀、啊，惭愧惭愧。可是因为它是那个书信的文章，有没有？嗯，对呀、啊。那日本的原文它是写两次吗？对，惭愧，阿拉卡西狗，阿拉卡西狗。等于就是重复两次惭愧进去就对了。本页本页是那个原版的 CD 嘛，是弄两次啊。阿拉卡西狗对啊，弄两遍。你都是念两次的。对啊，人我就中文跟他写一遍呀。因为你讲我都知，我不知呢。禅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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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